各位觀眾早晨，歡迎收睇星期二朝頭早天文台嘅天氣報告。今朝係楊國仲同大家講天氣。我哋今日咧繼續受到東北季候風嘅影響，整體咧仍然都係吹住一啲偏北風。今朝咧繼續都係有啲涼涼地嘅感覺嘅。七點零鐘嘅時候，市區個氣温咧大約係18度。新界咧普遍再係涼一啲啦，大部分地區都係16、17度啦。而打鼓嶺咧更加係得15度嘅啫。大家今朝出門口嘅時候咧，記得要著翻件外套啦。而大範圍嘅衛星雲圖見得到啊，咁喺我哋附近咧，同埋係南海嘅北部啦，都係有啲雲層係覆蓋住。不過雲層咧唔係太厚嘅啫，而且有啲罅隙。咁相信今日咧仍然都會見到啲陽光嘅。詳細嘅天氣預測係咁嘅，我哋預計今日會係短暫時間有陽光，天氣乾燥。今日最高嘅氣温大約會有22度。風勢方面，整體都會吹住一啲北至到東北風。長遠少少，我哋預計嚟緊嘅幾日，而家影響緊我哋嘅東北季候風咧，將會係逐漸咁減弱。咁不過啊，我哋預計天色方面咧就會有啲轉變啦。預計嚟緊嘅幾日會變得比較多雲啦，甚至會係有啲雨啊。相信咧就冇過去幾日咁好陽光啦。而且去到下個星期嘅時候咧，天氣又會再次係涼翻。咁大家要留意住我哋嘅天氣預測啦。好啦，呢一節嘅天氣報告講到呢度，多謝大家收睇。